喜欢带我们维族的司机呢？是，我从小就带。慢走啊！慢水了，慢水了，慢水了！这年头生意真难做，这帮土匪真不像话。是，现在还算好，各地来的商人组成个大队，人多势众。虽然保镖费很贵，可大家平均分摊，总比血本无归好啊！这话说的是，都是那些白俄土匪。 他们在俄国站不住脚，跑到这儿来抢劫。是，不像话。可不是嘛，这帮土匪啊，本来就是当兵的，凶得很，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呀。是，他们有枪有炮，又不知道他们躲在哪儿。是，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说了也没用。咱们还是快走吧。越说呀，越不吉利。是啊，走，快跟上。 快点啊！
Tom, how are you? Fine, thanks. 请进吧。好，这是我最近拍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请。Fantastic， 很好，很好，拍得很好啊。Very good， 啊，专业就是专业，拍得很好啊。阿唐。你上次拍的照片很受欢迎，画作很畅销啊。啊，请。我想出本新书，题材我都想好了，叫做……我不干了。Why？ 我自己有件事情要去办。什么事？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找一个人，唐先生啊，穿上这个。不，我有事儿。哎，你好啊，你好，阿毛在吗？啊，阿毛在里面。好，阿毛，阿毛，哎，我在这儿。你看看这个，好。哇，真漂亮，是你女朋友？不，我在海市蜃楼拍到的，不知道她是谁。我想找到他。哎，阿唐，你的身手那么好，可以当骑师啊。我没有你那么幸运，没发财净发福，做不了骑师只好做马夫了。身手好又有什么用？老板让你输你就不能赢，老板让你赢你就不能输。
太没意思了。嗨，那也不需要拿个照相机东拍西拍的，还到大西北。哎，苦头还没吃够啊。我已经决定不干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我打算去找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知道什么叫海市蜃楼啊？当然知道了。知道就好了。哎，阿毛，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哎，就凭一道阳光折射虚像。嗨，你听我说嘛。可能啊，根本就不存在。照片已经拍下来了，怎么能说没有呢？你知道我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。你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就像从小你爱吃地瓜，我说吃了放屁，你还是照吃。我这次去不光是为了他，还有这个。哎，我真奇怪，你一直把他当老婆一样呢。就是他裹着我的身体送进孤儿院的，是一个逃荒的维吾尔老汉把我送进去的。还没等说出我的身世，他就死了。阿唐，你一个人去大西北太寂寞，没有人跟你说话，我怕你会憋死。阿毛，你答应陪我去了？谁叫我们是故人好兄弟的。有福同享嘛。啊，有难同当。哎呦呦呦。哎，阿唐，啊，我们现在怎么开始呢？这样，我们先找熟悉少数民族的人问问，看看他是哪个民族的人。哎，那容易啊，我有个朋友他准会帮忙。那走吧。哎，不行啊，见他们我还要打扮打扮呢。哟，走。请用吧，尝尝啊。哎，艾莎摩埃麦蒂托尔逊啊，阿比杜勒帕雷蒂。艾莎，阿毛，哪有这么长的名字？阿毛啊，是你呀，啊，我还没念完呢。啊，哎呀，大叔你好，好长时间没见了。你好吗？来，蹦巴拉巴拉蹦，巴拉巴拉蹦，阿毛。哎，大叔，是不是？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事儿的。来，我来介绍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唐廷轩，阿唐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叔您好，请问您贵姓？我叫穆埃麦伊托尔逊，阿布杜拉普拉丁艾莎，是吧？我没骗你吧？叫我艾莎就行了。艾莎，拿来。啊，艾莎，你看这张照片，我们找的就是他。这个人嘛，我不认识。大叔，这张照片是我偶然拍到的，您能不能根据他的衣服来确定他是哪里的人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像是个汉族人。问一下艾诺吧。谁叫艾诺尔？艾诺尔可漂亮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请来，请到这边坐。来，你好。好。谢谢。哎，再过来啊。哎，唐先生，这儿坐好。哎，我来找你有事儿，你看看这张照片。我现在很忙。哎，帮帮忙嘛。哎，真是，看看吧。他不是维族的。哦，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看他打扮，可能在丝路一带靠近古汉长城的。啊，你知道的，那太好了。哎，阿唐，有向导了。嘘。哎，就带我们去吧。我现在太忙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哎呀，你就别推了，你当我们的向导，
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光靠照片也不能肯定的，我只不过是猜想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的猜想总是对的。就这样吧，带我们去吧。哎呀，你别老缠着我好吧。我们可以。哎，小胖子，人家不愿意跟你说话，你干嘛老缠住人家？你呀，一边凉快去吧。你，姑娘，你今天早点下班，我带你出去玩啊。我不去，你别拉拉扯扯的。你别走嘛，我的车就在外边。你尊重一点好吗？哎呀，姑娘，你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不尊重你了？你看我人也来了，车也来了，哎，够尊重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放手，放手。走吧，姑娘。放开，干什么你？你这样算什么你？来个英雄救美啊！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啊！阿毛，别跟他吵了。阿毛，算了，阿毛。告诉你，我姓何。我姓。阿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我是阿毛的朋友，事到如今就当我们的向导吧。艾诺，我看你还是跟他们去当向导吧。
我抢铜铃门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哎，接着。哎，二哥。要什么事？要去是推个阿爸吗？哎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他们是……哎，你是汉族人啊？哎，我也是汉族人，哦，我都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在城市你们坐汽车，可在我们这儿啊，得靠骆驼。哎，骆驼，靠骆驼。啊，对对，骆驼又肥又壮，走得又远，是不是？那上料呢？上料也少啊，那收费也少了。那当然。哎，不，那不行啊！不，我一匹骆驼顶你两辆汽车，得收双份钱呀。哎，对了，双份啊，朋友，还是公道一点吧。先看看你们的牲口。哎，我们还需要三匹马呢。哎，有马有，六匹有，哎，六匹走。先生啊，你们的行李在哪儿？哦，在车上呢。我们帮你们搬。等。哎，阿唐，我们这次上路像搬家一样的，大箱子小箱子，饱带干粮，热带衣嘛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真肥，是啊，就快好了。哎，我爸爸原来也是个商人，在我15岁的时候，他把我带到这边。谁想到他竟被土匪杀害了？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很久的事了，没什么。那么说，你可能是维族人了。所以说，我很向往大西北。可能是寻根吧。那太好了，你冷了吧？来，阿姨诺，喝杯奶茶吧。嗯，唐廷轩，他这个人不错。哎，那当然了，跟着我还会有错吗？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我们都是孤儿，他比我还差，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啊。走，看看就看。走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阿姨诺儿，快走，我的车子又回来了。大伯，你好，你回来了。你好，阿姨诺儿，你好，阿姨诺儿。你都长这么高了，你好，阿姨诺儿。三叔，我爸爸呢？在家呢，快去吧。大叔您好。哦，你好，请到家里坐吧。请吧。哎，他们怎么会说汉语啊？
我们常到这儿做买卖，所以他们学会说点汉语了。哦，走吧。好。孩子，爸爸，阿依诺，感谢珍珠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大城市的生活还习惯吧？还是回到老家来好吧？爸爸，我带来两位客人，他们曾经救过我。啊，是吗？那赶快欢迎他们。就在外面。去跳啊。嗯，哎呀，怕什么，跟他们比试比试。不行，哎呀，你不去我去。对不起，大宝，机会可是自己争取的。跳就跳，
雕羊比赛，谁能抢到羊，绕场一周，走上高台，就算胜利。希望通过今天的比赛，大家能友谊长存。干杯！肚带都断了呢，要不要告诉村长？好吧，小心，抓住他！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！不是，谁指使你干的？你要不说，我就打死你！说说，慢点。说不说？阿宝，你的枪。说，是史托夫将军叫我来捣乱的，破坏你们的雕羊大会，叫你们商队不能联盟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！是真呀？这，去他！乡亲，经过大家的商议，认为这次比赛
有人从中捣鬼，蓄意破坏我们的团结，要改日再赛。村长，真对不起，要不是为了我们，你们就不会。唐先生，请你不要说这些了，我应该代表大家向你衷心致谢，还要多谢阿毛啊。我曾经说过，只要谁赢了这场比赛，我就把我这匹心爱的白马追风送给他。至于我的女儿，哎，村长，这你不要推辞，这是村长的一片心意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马我可以接受，不过我暂时还不想结婚。好，就这样决定了，大家干杯。哎，真够义气啊！来，喝杯奶茶。好，你真够朋友啊！来来来，怎么样？好家伙！珍珠保佑。值得你不惜千里而来吗？有时候理想和现实相差很远，不去找理想怎么知道离现实有多远呢？你不怕失望吗？我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，当一个摄影师，为了拍张好照片不惜花费时间耐心等待，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。长虹落日，大漠风情，你眼前所见的难道不是摄影的好题材吗？相机并非只有一格飞灵，做人也不能只顾眼前的光景啊。如果我们能到那边，把理想和现实都摄入镜头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满怀希望，想看看大城市的面貌，结果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。我不是说那里的生活不好，只不过我不习惯。你看到现实才知道不适应，可我呢，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啊。你真的要不顾现实去追求幻想吗？是的，请原谅我，我不遵守自己的诺言了，不能带你去，我不能带着我喜欢的人去找他喜欢的人。
我理解，也不勉强你。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没问题。没落下东西吧？没有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哎，阿唐，阿依诺呢？他不跟我们一起去了。啊？那他在哪儿？唐先生，毛先生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很好的招待您。太客气了，祝你们一路顺风啊！谢谢。是啊，祝你们一路顺风啊！谢谢。哎，村长啊，阿依诺呢？哎呀，今天客人要走了，这孩子到哪儿去了？是啊，大叔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热情招待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小范，哎，我们上路吧。好嘞，那我们大叔再见了啊。哎，对，去送送。走走走，哎，走。请问大嫂，啊，看见阿依诺了吗？没有啊。唐廷轩，他得疯了！你给我站住！嗯，唐廷轩，你真的说走就走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跟你说再见了。去你妈的再见！我问你，为什么欺负阿依诺？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啊。哼，你还说没有？他希望你留下，你还是要走，害得他整天在为你哭。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承诺。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别打了，咱们都是好朋友嘛，何必动手呢？给我点面子吧。混蛋！别打了！别打！没事吧？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真的。小范，小范，你没事吧？阿兔儿，阿兔儿，对不起，你冷静点。我，阿兔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想揍你。你这个人真蛮不讲理啊！算了算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嘛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啊。小范，我腿。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，还追求什么理想？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就像你对阿依诺那么好，可是他实在对你太好了。往哪儿跑？你听我说。别这样，八成，好像可以，不能这样，别打了，快点！你不能这样，八成，真对不起啊，八成，八成。小范，这条路你走过吗？这条路我没走过，不过明天能碰到商队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走，怎么样？那好吧。阿毛，你怎么了？
没事儿。哎，阿达，我们这样漫无边际的找下去，简直像大海里捞针呢。我们回去吧，反正我们都累了。阿毛，过去你不是这样的，怎么泄气了？我没泄气。哎，不过我觉得，人总是这样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回去吧，阿依诺尔等着你呢。阿毛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你从没有爱过，你不知道被一个人爱有多幸福，爱不到又有多痛苦啊。这么说你根本不了解我。对，我不了解你，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对阿依诺尔。你以为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可你应该表示。你以为我拒绝了阿依诺尔，我现在就好受？可你拒绝了。拒绝是有道理的。是啊，寻找梦中的情人。我要是接受了，那你呢？阿毛，我们都是孤儿，都需要爱。可是我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啊。我们三个人之间总得有一个人牺牲，可是我不后悔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他，希望他一生幸福。拿枪，阿唐，我们快走。仗着人多，是你的。
们的人都不能活着，但是对有胆有识的勇士我们特别尊重。我们首领听说你身手那么好，现在放你一条生路，只要你能战胜我们的第一勇士，你跟你的人就可以离开这儿，要是输了就不要说我们以多取胜啊。哼，第一勇士不会是你吧？他说的是我们首领。你们俩马上给他松绑。是。行李没有货物，他有一匹白马，性子很烈，他妈的连鞍子都不让卸。我们想打击商队联盟，没想到在雕羊大会上破坏我们计划的就是他。还没带他进来，已经吩咐了。这个人来历不明，他身上有你的照片，我看把他杀了吧。我自有主张。首领，给你带来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唐廷轩。我叫加沙罗瓦，是这里的首领。你身手不凡，我手上这把刀从没败在别人手下，没想到你真行。听说你到这里来不是来做买卖，是来找人。是，可是我没想到他是个土匪首领。这张照片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是我偶然在海市蜃楼当中拍到的。哦，真有趣儿啊，没想到我会出现在海市蜃楼里。干嘛要找我？好了，等你想告诉我再回答我吧。好好照顾他。戴总。来来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稍等会儿，我来救你。啊，小心点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好。
Thank you.
哦，啊啊啊！不要杀！
来。走。你杀了我吧。我走不动了。就成全你吧。追捕一个野小子，你一出去就是两天，可别忘了你是首领。哼，那是你们无能啊，那么多人还抓不到两个逃犯。谁说我们抓不到？要不是怕伤了你，唐廷轩那小子早就没命了。哦，那倒是我不对了，为什么不说说你们自己？最近几次行动失败，伤了我们多少弟兄？那都是因为唐廷轩那小子，要不是他来破坏，各商队就联合不起来了。就是为了他，伤了我们多少弟兄，我现在就把他宰了。站住！你是首领还是我是首领？哼！你这么维护他，难道你喜欢他？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别人干涉，出去。加沙罗娃，大家因为感激你父亲安德罗夫将军才拥护你当我们首领，可你要做错了，我们也可以把你给废了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你的伤好了吗？经过这段时间，我很喜欢你这倔强的性格。你留下来，陪着我。谢谢你的美意。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千辛万苦来到丝路，难道不是想找我吗？是。可是你令我很失望。我是丝路女王，有什么配不上你？每一个人所追求的东西，我都拥有。我有美丽的面容，有苗条的身段，我有智慧，有财富，有权力。可是你没有人性。你以为你独霸丝路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你妄想。你说对了，我是找到了我要找的人，可是他不是人，是个冷血的禽兽。盲目的追求是多么幼稚。唐廷轩，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。我想你会有明智的选择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来人，走，把他压下去。是，走。
他们就关在里边，等村长他们人来了，我们就混进去。守住更楼，是，跟我来。
军火库。